夫这样，拜托谁受得了？一批直接给他预购500张啦！哎，一批。没有错，郭雪芙单飞出唱片啦！29日举办发布会，一身薄纱透视装现身。前阵子被拍到发福的身材，哎，怎么好像还没有完全恢复？唱片公司也没再客气，竟要他当场量腰围。这应该全部都整过。多少？不是在心。那23 OK 吗？他要我命了，真的。这招真的太狠了，人家有瘦啦，公司别再逼他了，健康就是美呀、啊。也不能说是逼啦，应该说是为我好。因为对，有一阵子我就蛮肿。Oh no！ 女艺人真的不好当啊。而即将迈入30大关的雪芙，一圆唱片梦，还找来维里安合作单曲，甜美的嗓音还被称赞呢。第一次合作的时候是拍广告，那是第一次遇见他，所以这次制作人有跟我说，他有跟维里安说我的时候，他说哦，雪芙哦，所以我说哈，我们有这么熟吗？维里安心都碎了，非凡娱乐台湾报道。